你听到泰瑞尔的命令了，传令下去，数位要塞，绝不言败。阿塔，我得出发了。壁垒下方还有更多魔物要解决。哼，我很确定我听到的是壁垒上方，亲爱的。我说的就是壁垒上方啊，村长，这次我可能回不来了。哎，同样的话你已经说了44年了，你快出发吧。 尼可拉，你在我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躲好，要是你受伤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老公，你别说了，这次你要是丧命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去吧，然后赶快回到我的身边。恶魔攻进要塞了，他从要塞下层攻上来了，迎战，迎战。 我是想问你还好吗？不过答案不用想也知道的。这算不上是什么反应。你还记不记得，30年前野蛮人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？哼，他们想把你绑走，对吧？我当时急坏了，结果他们2个小时后把你送了回来，还道歉了一番。我只是跟他们讲道理而已。 你知道吗？加玛之后还会偶尔送几捆兽皮来呢，他是我见过最善良的绑匪了。尼可拉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那些恶魔没伤到我。你怎么有办法面对那些怪物？我是为了你才能跟他们奋战。老实说，我怕死他们了。 这里的食物全都烂光了吧？你竟然杀了比列大王！我要把你大卸八块，大啖你的血肉！啊！ 难怪楼上的士兵会挨饿。 所剩无几了，我就知道你做得到。这里还有其他的士兵吗？你没有发现吗？不，我眼中看到的只有你。实在懒得动手杀你。我们来玩保护要塞的游戏。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叫我当那个死翘翘的胖恶魔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。 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，我们应该让家里更完整一点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德里安，我们可以生孩子。这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我想我该回城墙上了。幸亏有那位秘术师，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我没事。 亲爱的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的老膝盖已经快不行了，看来。
你是不能跟我们这位英雄一起拯救世界了。你在外面要注意安全，我们很需要你的。用力戳那些恶魔的屁屁。伯恩，是海莉队长先这么说的。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决战了，而我却不能参加这场战斗。这样很好啊，你该好好休息了。可是我根本不累。你该好好休息了。哦，我不敢相信他独自打倒了一只工程破坏兽。上次那只花了海莉队长跟100个人合力才打倒他。我真希望我也能看到那场战斗。你说真的吗？这个嘛，只要别太近就好了。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还活着。这个地方是建来抵抗野蛮人的，不是用来对付这些长翅膀的死家伙的。妈咪，莉亚姐姐到哪里去了？她死了吗？我希望如此，宝贝。再逃也没意义了，对吧？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，末日已经到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末日降临。你和孩子们在这里会很安全，我跟你保证。我们真的能活过今天吗？当然，你绝对会。但是连你也不晓得自己能不能活下来。我毕生的锻炼都是为了这一刻，我相信这是我的使命。我先生丧命的时候，我也应该一起死的。为什么我还活着呢？重新出发，好好活下去，让你家人的牺牲有意义。这样又有什么用？为什么死掉的不是我呢？死了这么多人，战况还是毫无起色，我们逃回去算了。没错，溜走的话，至少可以回家跟家人死在一起。是输是赢还不知道呢，挺身奋战，说不定你会光荣返乡。这座要塞可还真帮了我们大忙啊！没想到最后一集居然来自我们信任的人。我本来就料到会输，但没想到是这种情况。